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就请真女来为我们解释一下。肚皮舞的起源呢，其实是说法不一，可以追溯到印度，也有人认为它是起源于埃及。那一般相信肚皮舞呢是由吉普赛人呢，他在迁徙的当中呢，会经过各个国家去融入各个国家的一些民族文化。那刚刚所呈现出来的是带有民族风的中国民族风的一个风格。那紧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为各位带来的是国标舞，它的这个国标舞跟之前的肚皮舞是截然不同的风格。对，那我们要带来的是华尔兹曲风，请大家一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来欣赏这首华尔兹鼓舞，请下音乐。今天呢，我们是很高兴邀请到游玉慧跟张通辉两位老师，他们呢都是经过很多不同的比赛，那也得到很多很好的这个成绩。那我们先来看看，在音乐之前呢，我们现在相信华尔兹呢大家是耳熟能详，对不对？那它起源于也是德国的土风舞，对。哎，这是它最精彩的部分，大家当然都很熟悉，它很浪漫。它最精彩的就是它的旋转。那我们请音效下音乐。你说我像雨，琢磨不定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。其实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，也常珍惜。眼睛。